关索大人，那个不嫌弃的话，还请收下。我的也请您收下吧。这个给你。多谢你们，这些花朵都很美丽啊。什么呀？关索明明是我的。哎呀。 大家又向关索大人献花了呀？不过我认为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关索大人。啊。姜维大人，你总像这样收到花吗？哦，他们每一天都会送一些花过来，说是希望我能带上。大家对我都非常亲切啊。关索大人对于女性的示好还真是迟钝的。那么，我的心意也完全感受不到吗？ 怎么了？不，没什么。啊，这样啊。啊，可以的话，能请你从这里面帮我选一朵花带上吗？乐意笑了。啊，这些花怎么样？